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哇，你看，有先过境的声。我当痴狂，当痴痴，人的爱比人什么较侪，拢人的。应该是母女咯，阿妈哦，阿妈，阿妈哇！哎，我来干嘛？面熟面熟，面熟面熟，是倒位捌看到伊？我觉得他哎，是不是一？你是不是有在唱歌？我，你有在唱歌？因为我你一中街，我住台中，我台中人，我伫一中街捌看伊，捌看伊唱歌。伊是街头艺人。街头艺人哦，也是应该赞呢。今天也假的啦。今天。哇，你真正是哎，我今天专工招来家哎。嘿，今天你专工招来家。哦。安尼你是要来听歌，还是要来唱歌的？拢有啊。哦，拢有哦。哎，你捌听过，你要听伊唱一段。我咧讲我够唱的吼，咱千万都唔通好寂寞。安尼吼。嘿，啊你要点什么歌，还是要开台下顶，要找到一个条件。稍等，稍等。阴阳唱歌，阴阳唱歌，介搞哦！新闻报纸有咧报，对，古梅心就是伊，对，但是我不爱相信啊！无你即摆叫现场底下唱两句，我听看嘛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好，你看，你看，有先过境的声哦。啊，你早出来接吻一个。我你在看你可以改台下顶吗？哦，好，你干嘛 ？OK 吗 ？OK 吗 ？OK OK， 来，这街头艺人哈，拢真辛苦。好好跟他聊一聊。古梅心，你看好小姐哈，好来，吃点哈。好，古梅心应该先要称呼小妹妹了哈。哎，你今年几岁？23岁。哦，李莎啦，李莎啦哈，还可以称为小妹妹。嗯嗯，平常时就街头艺人，因为我喜欢听那个，我喜欢听就是彭佳佳跟徐孝顺的节目，因为有一次在那个一个也是在就是不知道是哪一台，我忘记了，反正有听到徐孝顺说。就是有录那个 Only 有的节目，就是他妈，就是打给他妈妈那个节目，然后我听到他说“马赛地楼头”那一句，我超好笑。哦，所以马赛地楼头，你拢是听电视的对啊？因为我觉得我喜欢许孝顺跟彭恰恰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搞笑天王。哎，没有。你知道我们两个谁比较帅吗？应该都差不多了，应该差不多是，差不多是 N 岛啊，是拜。差不多都是一样帅，因为两个人有个，就是两个人有不一样帅的地方啊。哎，我听你唱歌就有感情诶，你敢有想着讲有一天我嘛要甲大家赶快当谈恋爱，好不？有想过，但是就是想说，如果家里同意的话，也或是自己找到好对象再说啊，就先把感情放一边了。啊，这样是哦，是哦，对啦。哎，看我那公鸡呢？啊啦，每一个生命拢找到一种方式，在这个世间发光发亮。是，伊用伊的歌声，啊，我相信呢，现在透过咱的荧幕伊的歌声，会当有真侪好心的人来给做伴。真的，你看一下感动人。趴下来哦，感情放一边。啊，你我先吼。念一款世间遐多感情放一边，动情无动情嘛是自己的前程。会放在目睭内的悲哀真正深，想要讲三两句到手难。人讲这款人真是人的，命亲像一只风吹。关系了。
哎，我们也希望古小妹妹哈，早日达到你的愿望。是，那阿丽，来来来，我找你来，请阿妈，行。我这个小妹妹真的古小妹，歌声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个不当那个歌手，真的也是太可惜了。